小伙庄村共有村民4721人，其中有信教群众122人，都信基督教。该村不是天主教聚集村，网上传言的欧美神父在高声传教的说法不符合事实。在疫情爆发前，一些信教群众曾在该村一户群众家里有过聚集活动，这种聚集同其他聚集活动一样，遇上疫情容易造成扩散，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疫情源头同宗教聚集有直接关系。疫情一爆发，根据防疫的有关规定，立即暂时关停了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，暂时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。广大信教群众对此表示理解，非常配合和支持疫情防控工作。谢谢。